我叫乌达木，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。我从小就喜欢唱歌，在草原上可以随便喊随便叫，妈妈希望能看到我唱歌的样子。你真帅。谢谢，今天在舞台上会好好表现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乌达木。啊，从你的服装，我感觉你应该是蒙古族。对，我是蒙古族。在内蒙古什么地方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。呼伦贝尔大草原。对对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发明一个墨水，把那个墨水在地上一点，就会全世界就会变成绿草。好美的梦想哦！你为我们表演什么？我唱歌。唱什么歌呢？唱梦中的额吉。梦中我知道，额吉是什么意思啊？额吉就是妈妈的意思。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？因为我想妈妈的时候就唱这首歌。告诉妈妈在哪里呢？妈妈在天堂里。爸爸呢？爸爸也是出车祸去世的。先唱歌好吗？好吧。好，谢谢。这首歌我们都不需要懂歌词，你应该感受到他唱的是什么。呼呼呼的撒，呼呼的吃哈鲁的那，呼云天西的个。
我先平静一下，你先帮我顶一把。达木，你刚说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妈妈。对。你能告诉我你想妈妈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度过的吗？晚上的时候我就会做梦，有时候会做妈妈在我旁边待着。像你这样的孩子，其实我希望你未来可以把所有的妈妈都当成你的妈妈。我想在场做妈妈的人看到这样孩子都会爱的，对吧？哇，淑俊，我觉得你的气质就很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卡通的那种男主角，有没有？你知道他很像法国那个漫画小王子。对，你看他整个样子就是一个贵族气质的小王子，看到人间哪边有苦难或是有悲伤的事情，你就唱一首歌，像刚刚的那首歌，它就好像你的墨水一样，那个地方立刻就绿草如茵，大家就变得非常的欢乐。这是我对你整个表演的幻想，我相信这也是大家看到的那种感受。大家支不支持我？你很想念妈妈的拥抱吧？对。好，你再帮我们清唱一小段好吗？然后我能不能代表所有的妈妈给你一个妈妈的拥抱？对，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叫我一声小姨妈妈。他不啊，姨妈。你能不能现在清唱一个？不会的话我不会的，不会的这孩子的难。